今朋友台起家好，下昼三点半了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《福气来了》，也是刘慧珍阿慧珍好，来到了今礼拜日的好空间来报道的单元，同大家向下来关心到了空间的话题哦。你下今礼拜半夜半发言来讲完传统的三太正的之日哦，新一公饼啊，配用是半夜半天窗为有人发通，但是呢，因讲到半夜半啊，团圆日是爱生意的要讲心的哦，唔话年夜。你们变得很严重吼，是太多，是落太多的两个热量同无空间的东西。N G B 也是同大家哦，来请到营养师来到现场同大家来讲下了半夜半营养讯息，讲空间。来 ，N G 也是今个来欢迎 N G 的苏婷，苏婷好。大家好，我是桃园医院的营养师戴淑婷，大家好。听讲到根本一栋火气哦，请到苏婷来做一啲嘅啊节目当中，老老乡亲朋友来讲下哦。听讲到过节的时节啦，同到嘅朋友啊，听讲到诶，大家欢喜啊，打斗戏啊，食东西吼，食食咧啊，上班下食都唔空闲。韩国呢啊，韩国就食啦，又食太过多啊，也真是新疆嘅就会过节过后哈吼，你讲一下诶吼，即厚点点嘅，皮嘅两三公斤，有可能有按到冇啊？香港按用一年两三年的时间，一定是挺多的时间。听说未婚男女挺肥的，体重上升，男女讲该血油，没会动过嘞。系啊，骨瘦嘞吼，爱食吼，只爱生意到位，那样诶吼，空间来食吼，食下空间的东西，韩国呢，哎呀对身体有帮助啊，太家用大豆西就唔会有负担嘞吼。讲到入边爱上半夜班啊，太家唔知哦，即讲不要物嘅用喺发通头先爱讲到嘅啦吼，一个生意讲病啦，配用也系一天会要嘅，我都记得头歌啊吼，都一间讲到复方嘅木下吼，即讲无糖糠啊，即无糖笋吼，等你做咩都也泡茶打最古生意多啲笋。糖来料啊！吼，一堆牙豆啊，讲真实嘞吼，头高嘅一家基因，安样嘅一扎成分，果然吃到当安然吃餐啊！像当到嘅朋友啊，大概半夜半嘅时节，天窗咪轻扬啊，吼，啊像冇轻扬嘅长寿天天啊！吼，一讲到大概泡茶打在鼓，我都想到嘞哦，大概食茶，大家都印象讲，唉，爱食茶哦，吼，嘿，又等于胃唔好啊，胃唔好呢，等于做唔得食啦。韩国嘛，该食茶又要送。胃也酸来咁有样啊？其实讲食茶，茶里面都有几个单宁酸，系胃本安利个胃哈，里面都有个胃蛋白，恐吓做服饮茶的时间，胃动到个胃酸，胃本人安利更加种胃动刺激啦，所以安利讲个食茶胃。上胃是有安容易的熟，共安容易。吼，古说咧一个食茶来讲啦，吼，哎，你就爱动注意啊，吼，看爱娘的食，吼，真唔会上胃咩，吼，韩国真唔会讲，啊，本来你讲食六度嘅所有嘅营养成分，吼，就影响到佮吸收咩，吼，所以哎，你食茶用那长时间哈度好无？哎，你讲该莫空肚，莫空肚是。一般弄多少年的这个肚脐，哦，肚脐摇摇的时间，那个空心肚的时间，哎呦，上爱食茶就可能就爱用拿刀就饮食嘞，哈，就这个饮泡饮啉嘞，哈，也就建议唔好空心肚来食茶，好。还有你讲该食肉的时间，食肉的时间，因为你讲该肉的有该化学成分，为老你该。茶里面都该成分，强哈，还不会讲某法度达到这个药效的作用。所以哎，你讲该是用的时间。滚水还好哦，知道啦吼，有得朋友啊吼，啊记得可能一下咧挨一下，顺风有一个甜甜的东西，也是讲挨有一个茶啦，也是讲果汁水呀的哦，最想讲。男士嗰天啦，我填一杯嘅，我冷罐水嚟，即系可能泵一下嘅，即系喐嘅一度嗬。
不说也得吼，做爱提倡乡亲朋友，真是爱好好来注意一下嘞哈。放下上啊哈，也该头先有提到嘞哦，也该按到的情况下啦，当然的老师也有关系。不过可能乡亲朋友就会想讲，哎，也该茶有按到种类啊，你讲熟茶啦哈，班上熟准无讲按熟嘅，还有讲。哎，讲到绿茶呀种诶吼，哎，讲到也得，我们的乡亲朋友唔知道讲啊哦，也该食茶来讲啊吼，那种诶茶哈，好地方都头先讲到有一个单宁酸也得东西吼，一茶嘅种类吼有那得诶，韩国地方都那种诶，哦，一种诶成分为黑少，喺按样来讲啦吼，做啲请营养师先来老乡亲朋友讲下嘛。哎，你讲嘅茶有分做讲不发酵茶，还有嘅发酵茶，吼。两大类，还有看到这两不发酵茶，有该绿茶，哎，你讲日本煎茶、龙井茶，还有该碧螺春，嘿，发酵过的茶，有讲轻发酵，发酵一点点，哎，你讲该轻发酵，有该包种茶，铁观音茶，好，还有该半发酵。发酵过的一般差不多，啊，用讲乌龙茶，还有东方美人茶，哈，全发酵茶，安利，宽度有该红茶，哈，后发酵茶，安利讲不用哈古诶，就我们说的普洱茶是安利讲该后发酵茶，所以讲人讲多诶，吼，也该不用哈久的，有的讲有粗。苦米丝嘅，唔过讲真实，其他好嘅吼，一种嘅米丝其实唔会有啦吼，有啲人讲系讲一米丝太高重嘅，点都系自己保存嘅方式冇保存到安好，唔会讲粗苦米嘅较好啦，或者老太家来聊聊先来讲下吼，好一按到种嘅茶来讲啊吼，呢种嘅吼。青色盒来，讲到来就讲泡茶来食，唔会送你嘅。哎，你讲嘅不发酵茶，含浸到嘅抗氧化物质，还会本哎你嘅胃还送胃。哦，冇发冇发酵茶啦，吼，所以讲自己底部度会有一定嘅东西咧，抗氧化嘅东西，营养分喺度，还会送胃。哎，你讲嘅全发酵茶。红茶、乌龙茶，它唔会送胃。哦，古时候喺讲乡亲朋友之家，本身啊吼，姜怕会送胃，也讲到爱照顾之家嘅空间来讲，所以讲半发酵茶同全发酵茶来讲，哎，你会较建议，吼，胃从很硬嘅，很硬嘅人，吼，胃从很硬嘅人，哎，你就爱来食一种嘅啦，吼。啊，其他一般来讲，可能之家。习惯的那种诶，啊，你就吃到诶，哎呦，是因为无嘛个太问题，个当然就做会得啦吼，也就会讲到，一个乌龙茶、东方美人茶、红茶，还个一个普洱茶吼，还讲你胃肠较凉诶，你较适合来食，哦，尤其讲到，可能都啊，根本你一个过节咧时节，当到一朋友可能做咩泡茶打做一股啊，也就提倡大家了吼，你做得来选择啦，看自家个状况、自家个情形来选择咯吼，好讲到一个。食茶啦吼，哎，当然就讲肠胃嘅问题吼，即系七家胃肠较弱嘅人，当然要注意。唔过啊，因食茶咩要好嘅咩吼，咩要你讲到喺讲食过太过油嘛，介啊，咁嘛介，哎呀，做得落结一个油嘅部分吼，也做得老太家来讲下，因讲食茶嘅好处啊，顺路有呢度诶。哎，你讲食茶嘅时间哈。看到两位促进安利个消化功能，较好消化。安利可能食太油、食太多，哎，也个食材来讲就做得啊，天数安个胃肠来做消化来推车。嗯，还有安利个大脑个记忆力较唔好个时节，安利咪做得食茶，本安利个大脑记忆力强化。食茶很多的强化，人家个脑部的一只，你讲记忆力咯，这个本基础变都较好掉的哈。哇，食材懂好呢吼。还有安利讲个，降低安利个博癌个风险。应用被讲到也是去讲消化好、推车好，就做的不应该个了解，就讲唔
好的身体不好的东西，然后给它吃高效。茶里面都有东豆该儿茶素，还有抗氧化该维生素 C， 给聊的拢都是对我们的这个癌症的风险，做得本安利该不眼该。风险降低。好，古说呢，吼，食茶吼，系讲胃肠弱嘅人，你要来调脱下。食药嘅时节咧，你要做我们的崩茶食。韩国呢，也食茶嘅好处啊，真实啦，吼，咩唔会少啦，吼。咱讲到也头先有提到嘅抗氧化啦，吼，也嘅茶底部都含有一只个茶多酚，吼，都应该心血管，吼，咱讲血管啊各方面抗氧化、抗刺激剂也得。亚豆吼，茶豆粉来讲哦，你做一讲讲泡咖啡，吼，冲咖啡也是泡茶亚豆哦。你就接接到讲，大家上班还不吃到一大送，对，硬冲硬冲冲几下多啊吼，像暗用嘅方式啦吼，我记得啦吼，我有听专家讲过，暗用系唔错嘅哦。做得像营养师，再过来提醒营养师朋友哈。你回冲次数比较多哈，比较会你会系。单宁酸、咖啡因唔好的东西会冲出来，它唔好。不然你该自由基，无法突对抗自由基，很多该癌症的这个基因反而比较点都会带出来。古说咧吼，你也查来讲啊吼，太体啊吼，就泡然后泡社会来讲，就有几多摆哦，泡几摆几多摆就做唔得泡的吼，就爱。韩国做的金太久，错，哈，也都做清爱来注意，阿兄，也平时有食材的朋友，也应该都没太问题的啦，哈，好，也都讲食材好处啦，韩国头先来讲到一个茶的种类，我看下哦，啊，七家本身，啊，去啊，微从香药头先讲到嘅，哈，即讲啊，做的食咧，红茶啦，东方名人茶、乌龙茶、韩国普洱茶也都，哈，做的食，不过呢，一讲一般来讲，平时你就大概就做的食，微从韩做一点，哈，也其他就做清。做的先测了了，太家用来讲到，不过话有的朋友哦，可能啊都有的情况下做唔得来食茶嘅哦，嘛该情形做唔得，头先讲食药嘅时节，食药嘅时节，还有你讲嘅有肾虚嘅人，哦，有肾虚嘅人都做唔得食咖啡，做唔得食茶哦，要提前下哦，因为咖啡因会问你嘅。有肾虚的人讲，小胎儿宝贝哈，会有该吸收到这个咖啡因，胃肠它唔好，唔好给老给该照顾的时节，会副作用很多。还有诶，你讲该前三个月怀孕的时候是高风险期，错，本来胎儿这个神经发育还唔好，哦，对，正因那个神经嘅发育各方面哦，就俾还唔好，故所以提前讲有肾虚嘅哦，然后做唔得来食牙茶哦，当然呀，做唔得食诶时间应该是喺讲本单都有食哦。按照的有某个方法来推呢，一讲食茶真是哦，讲真是喺啊，抵讲啊，注意一部分要注意到对身体是当好，一讲冇注意到的时间上班下当麻烦了吼。然后都要为我先来聊下，还有呢，待会呢，人家阿添张哥继续来让大家讲的。